这个球出棒打到是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一棒把战局给扳平，从陈文怀的手中敲出了一发阳春炮 solo home run， 高国庆。哇，这一棒呢是直接出墙了啦！本季个人第六发的全垒打是一支阳春炮 solo home run， 也让比赛变成1-1的平手。再来看一次高国庆的全垒打，这个没有掉下来的紫砂球对高国庆来讲没有太大的威胁了，直接一棒哦给轰出去了。今天统一队呢打了这么多算是靠近全垒打墙的球终于这一支呢是飞出去了。